Hello， 美女。好久不见啊，给你拜，给你拜。哎，你不会真以为我要接受吗？又开始冷场。叔叔好，哎，叔叔。看你前段时间没怎么摆摊呀。看你前段时间也没有更新呀。哎，你干嘛说？你先说。你先说嘛。就是我不知道拍什么了。该不会是找不到帅哥汉子了吧？哎，那这不又来找你了吗？那当然还是我帅。那不然呢？别害羞。跟我聊天开心吗？那你跟我聊天开心吗？整这出又整这出是吧？快告诉我，元旦还吃不吃了？开心，我好开心啊！好假呀你！开心，我好开心啊！行了，不卖了，回去。我坐机飞机来的嘛。好。聊了这么久，你还没告诉我你去干嘛了？我啊，一个人去旅游了。那你去哪里了都？我去了重庆，去了成都，还有北京。哇，好多地方。那你一个人会觉得孤单吗？会哈。那为什么还要一个人呀？因为我一直都是一个人啊，一个人在版纳，一个人吃饭，一个人上下班。哎，你下次想出去玩的时候可以叫我，随叫随到。而且我觉得你还有很多粉丝呀，你怎么会是一个人呀？哇，好感动啊！那你给我哭一个吧，这么感动。接着。哎呀，那必须呀！等一下，椰蛋还没到呢，我先告诉你。好的。椰蛋来了。啊，谢谢。哦，谢谢。